本身不是为了钱，钱不钱的都无所谓，您看着给就行。哎，对对，谢谢马总，马总请，马总请。哎呀，我说娇娇，你要是红了，可别不认识我呀。哎呦，您说的什么话呀？哎，妈。 我在外面应酬呢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？确诊了吗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们先别乱啊！哎呀，就我这个客户特别重要，没法离开，我明儿一早就回去。哦，对了，先别让三儿离开啊！对对对对，好。哎呀，我说妈。 您先别着急上火，明儿我回去解决了，啊，行了，嗯。小左，嗯，你真有眼光啊，像娇娇这么好条件的艺人，你都签到了。那是，看来马总的审美情趣和我相投啊。啊，怎么样，马总，你们这个戏的女一号就给我们娇娇吧。 那肯定没问题。好，娇娇，如果你上了我们这个戏的女一号，你肯定火。嗯，没错。那我就先谢谢马总了。马总，我先敬您一杯。好，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你们先聊着，我接个电话。好好好。 来，大家吃菜，吃菜。哎，娇娇，不是你干嘛挂我电话呀？喂，怎么了？ 跟那个小钱闹矛盾吵架了，哎呦，我妈特别上火，我呢这边客户特别重要，离不开。哎，你能不能帮我过去一下？啊，那你让我去有什么用啊？他们小两口吵架，就我去也帮不上什么忙吧。再说了，我这边老板一块吃饭呢，他们吃完饭还得去唱会歌，所以。喂。喂。 这一番话，我就放心了，我这心啊就搁肚里了。马总，马总，刘总，娇娇毕竟是新人，您的价钱，好，马总，没关系的，上您的戏您说了算，啊。是啊，马总，本身不是为了钱，钱钱都无所谓，您看着给就行。对对对。谢谢马总，马总请，马总请。 我说娇娇，你要是红了，可别不认识我呀！哎呦，您说的什么话呀？我要是红了，那您就是我的伯乐呀！哎呦，马怎么可能？会说话，会说话。哎呀，说得好，说得太好了。我说刘总啊，我可看中你这匹千里马，是吗？能不能让给我？我哥来了。 公开撬人的，跟娇娇可签了10年的合约。哎，我说的不是合约啊！除了合约，他还真不是我的人，真的比较难啃。
硬骨头啊。比较难啃。我告诉你啊，越难啃越有嚼头。是吗？哎，你表现很好，今天，哎，真的很好。哎，那个娇娇也不错，娇娇也很好，挺好的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还跟这干什么呀？啊，走，走了。马总，走走走。马总，再见。走，马总。马总，您司机等着您呢吧？司机？哦，我早就让他走了。啊？那刘总，您派司机送一下马总。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。那个什么，我呀，我想让你送我。哎呦，马总，你看您真的是喝多了，我这也喝多了，我这回去还得找代驾呢。要不您想去哪儿，我让代驾先送您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，我跟你。马总，您真的是喝多了。哎，刘总啊，你还是送送马总吧，我老公已经给我发过好几次信息了。我必须得回去了。你结婚了？是啊，刘总没告诉你吗？哎呦，这重要吗？对对对，这重要吗？我跟你说，娇娇啊，今天啊给你老公打个电话请个假，要说呢回组里研究剧本，马上就住组里了，就别回去了啊。马总，我们这约还没签呢，哪来什么剧组啊？哎呀，签约不就两分钟的事吗？随时都可以。没事没事，您真的是喝多了。这签约的事儿回头再说吧。刘总啊，马总就交给您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走了呀？马总，咱们是回家睡觉啊，还是找地儿再喝点啊？反正也睡不着，找个地儿再喝点呗。必须的，走吧。走。这会着凉的，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都几点了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他们说吃完饭以后还非得唱会儿歌。那我请问你，唱歌你什么价啊？你说什么意思？你王娇娇不是为了赚钱，价格多少别人随便给吗？秦勇，你找人跟踪我？我没那闲工夫，我亲眼所见。没想到吧？我们晚上在同一家酒店吃饭。你误会了，我们说的那是上戏的价格。我不管你什么价格，你是我秦勇的老婆。我娶你不是为了让你陪那些男人吃饭、喝酒、唱歌的。我让你去我妈那儿看看，你都没时间，你硬可陪那些男人唱歌喝酒。秦勇，我只是在工作。你那叫什么工作？哦，谈工作需要别的男人搂着你的肩膀谈吗？那你们唱歌喝酒呢？你们什么状态？我都能想象得到。在你眼里就这么看我的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看你啊，王娇娇？你跟别的男人去马尔代夫单独的待了那么多天，你回来以后，你天天出去拍照拍广告，半夜三更才回家，天天跟那帮臭男人鬼混。我秦勇要娶的是一个顾家顾老公的女人，我没想捧什么交际花。
既然你这么看我，那我们俩离婚吧。行了，大头，你别损我了啊！哎，这样你的店里怎么样？行，你就多帮我照应点啊。嗯。哎，那个程程最近去没去？哦，他要去了，你千万别说跟我联系过，你就说我出差了，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好吧？哎，成了，兄弟，你就多费心吧。回见啊！低着头，一直的走，未停留，才发现时间过了很久。过了很久，无力让自己勉强忘掉感伤，才知道不容易的是逞强，不去想，看着我的爱逃到别的地方。爱是什么？往往是听说，难道就是这样的期待，泪水的负荷。爱是如果只剩下身后空空的沉默，想你的时候你是否想过我。香了包子，哎呀，小平啊，什么都韭韭菜味儿，我一夜没睡，我睡不着。哎，妈，你给我盛碗粥呗。喝粥？嗯。你还有脸喝粥啊？妈，犯错我也得给饭吃，那监狱里头也给饭吃。哎，蓉蓉，别在那胡说呀，吃你的吧，跟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太好了。三儿，吃饭了哦。三儿，我给你盛去啊。不行，你不能给他盛，盛什么呀？让他出去。